今天下午我突然想到，之前中油好像开放可以用行动支付来帮你的车子加油、自助加油或是加油，比如说 Samsung Pay、Apple Pay， 然后 Google Pay 这些东西，或是你的行动穿戴装置、你的智慧型手表都可以拿来做行动支付。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中油的网页，然后查不到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，结果他们给我的回复是，目前自助加油还没有开放可以做行动支付的方式，你还是必须用传统的这种刷卡、金融卡、信用卡的方式。然后现在行动支付仅限于加油站的这个人工加油，也就是说你的传统加油方式才有办法使用行动支付。但是我就问他说，这样子的话要怎么使用行动支付？他说，那就是你加完油之后，你要把你的手机给你的那个加油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他们会在那边帮你用行动支付。这个就是有一点，知道手机其实算是很私密的东西啦，所以手机被拿过去就很像脱了裤子的那种感觉，内裤被人家看到，就是隐私会觉得很像有点怪怪的。然后尤其刷卡的时候，你又看不到金额，也许他会，照理说是不会出什么差错，但是反正这个动作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太安心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在加油站的这个自助加油使用行动支付？他就说他怕有人加霸王油的这种感觉，有人不付款就直接跑走。我想说，会有这种事情吗？那其他的加油站为什么会开放的？然后我后来去查，发现台塑的旗下加油站其实有不少都已经装了新式的加油机，然后它会有一台新的机器可以让你直接做行动支付，而且是自助加油也可以。所以我现在去台塑的加油站，然后去测试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自助加油，有同时 Apple Pay。因为中油现在都不行嘛，然后我刚刚有打电话去问中油，他说他们近期内也没有打算把自助加油加入 Apple Pay 的这个功能，所以想说那就没办法啦。自助加油机，启动了 ，OK。信用卡吧，还可以耶，有密码。然后嘞，哇，过程有点久哦。甩一下，这应该可以了吧？925.9。
它的付款方式跟一般的 Apple Pay 不一样，一般 Apple Pay 是你确认金额、确认价钱，确认金额、金额再价钱一样，确认金额之后呢，然后你再同意嘛，然后会 Face ID 或者是输入密码，然后它再付款。但是它这个的付款方式跟一般不一样，它是直接先刷了，然后你才可以加油。然后刷了之后，你加完油之后，它会再印出你的明细表，比如说你加了几公升，然后多少钱，它不会要你再刷一次。所以我就觉得，这个 Apple Pay 的方式还算蛮奇特。毕竟它刷完之后，你也不会看到什么，会有明细，但是它那个明细就是显示我怎么样，怎么用，它怎么用，然后上去看到就是整个加油的体验算是还蛮顺畅的。至少它机器的先进程度是远比中油的这个自助加油好太多了。光是行动支付这一个选项，我就觉得比中油自助加油好太多。中油还是那种传统的插卡，有时候还会故障，我自己就故障过两次，它的卡会吃卡片。所以我觉得中油真的是要好好跟进啊。然后以上就是这次的自助加油，然后用 iPhone 做 Apple Pay 的这个分享啊。然后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。好，不用分享啊，这个分享加油影片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反正就这样子啦，然后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